一百块开那房间，你看，这边开房便宜吧？现在我们去，又去吃螺蛳粉去。哪房卡？哪房卡？免费住的吗？好嘞。要骑小摩托过去了吧？找辆新一点的。感觉这边就像那个广东那边一样，都是出租房啊，都是去上班啊，廖总骑着他心爱的小毛驴晃悠晃悠的去吃螺蛳粉了。靓仔那么巧，那么快啊，那么巧骑车哇。哎，我走错路了，找不到路了，瞎晃瞎晃的，哎！由于机器故障，车辆即将断电。车没电了，车上的还有几个百香果。你去百香果没去？老板，烫两碗螺蛳粉。加辣不加辣？加一点辣。加一点辣。在这里啊。你是打包还是回家吃？我要回家吃。我打包回去给你儿子吃。你是打包还是不在这里吃？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要加啥？不加了，老是加加去的。我是吃省一点，知道不？看看。这碗是我的。喝吧。卤猪必须要加。你看廖总都喝两瓶了，是不是？哪里家里面你说这是三个瓶？哎，多喝一点，跑那么远。哎呦，哎，跑的猪鼻嘞。这个现在过时间了，不给吃了。6:30的时候吃。我吃明天早上的。啊。我的还可以哦。2瓶6.5，3瓶就出了。18点。还不够时间。还不够时间。你要吃就吃，你别流口水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要吃就流口水了。你看。自己去烫个碗来吃啊。太爽了。汤要喝完去。要光芒严重，知道吧？老板要标配。给钱没有？不用。老板，你爬这么远，吃饱了，休息一下。他能也是3个小时。3个多。螺蛳粉吃完了，螺蛳粉吃完了，我们就回家了吧。啊。不是吃太多，吃太多了，等一下变粉仔去。哈哈哈哈哈。下次祝老板的。跟他兄弟的螺蛳粉店啊，生意兴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在苹果的话也不熟，我们要回去干我们的事情啊。这里的晚上考察了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干，能干的话我们就扎根在苹果啊，我们就先回去啊。视频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